解析自动驾驶技术 L4 级自动驾驶汽车上路表现如何。日前派克参加了 SAE 与上海国际汽车城联合中智行和 Velodyne Lidl 共同举办 SAE International 自动驾驶公众体验日，对自动驾驶技术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，同时还参与体验到了具有 SAE L4 级功能特征的自动驾驶汽车。而 L4 至 L5 等级的自动驾驶会逐步实现解放驾驶员，驾驶的主体由人转变成了车本身，依靠智能化配置实现某种场景到全场景的车辆完全自动驾驶。活动场地设定在了上海汽车博览公园，场地内的 5G 基站以及封闭的道路为中智行自动驾驶的路测提供了基础环境。